街头看来永和废核，这是个大问题耶。什么永和中和，还便当盒嘞？哎，不用再想便当盒了啦。我说的是，民众不想要盖核电厂，所以纷纷走上街头，反核大游行。哦，不想盖核电厂，简单啊，就想办法节能就好啦，不要用那么多电，就不会有更多核电厂啦。这么说，是很有道理啦。不过你做到吗？当然做不到啊！现在夏天那么热，不开冷气啊，哪受得了啊？那你还说得那么好听？哎呀，你们现在的孩子呢，真可怜哦！每天呢住在这种水泥的屋子里，水泥呢那个吸热强，隔热呢又差，难怪呢你们哦天气一热就禁不住呢要开冷气啊。博士，那像你们以前住的房子，难道就不会热吗？不会啊，我们以前住在土埆厝啊，可以说是冬暖夏凉啊，节能的凉凉屋啊。可是土埆厝应该都寒寥寥的吧？那你还找得到土埆厝啊？可以啊，远在天边，近在眼前啊，可以去非洲找啊。啊，非洲？啊哈，没错，我告诉你们。非洲的普吉纳法索是全世界最贫穷的国家之一。三四十年前，普吉纳法索的甘多小镇上，有三个少年呢正在谈论他们的梦想。你们看，欧洲的城堡很美吧？好美哦 ，Francis， 你以后也盖得出这么漂亮的城堡来吗？当然喽，等我去德国柏林学成建筑技术后，我一定回来盖美丽的城堡给你们住哦。真的吗 ，Francis？ 你人真好。Francis， 真羡慕你能拿到奖学金去那么远的地方念书。还有克里斯托，我只是运气好而已啦。谁说的？你明就很认真念书，能拿到奖学金是靠你自己的努力。嗯，说的也是，这是我妈妈要给你的，她说要为你的教育尽分力。那怎么行啊？你们家本来就没什么钱了，我怎么能拿你的钱啊？ Francis， 你就别客气了，我妈妈也托了我要给你这一分钱。还要祝你一路平安。嗯，我这里还有隔壁甘特妈妈和克里斯太太要给你的一分钱。我这里也有，大家知道我来找你，都把一分钱托给我了。你们对我这么好，我要怎么报答你们呢？你就把最新最坚固的建材技术带回来吧，改善大家的生活就是最好的报答了。谢谢，谢谢你们，我一定会带回来最棒的建筑技术的。拜拜。告别了家人和朋友，弗兰切斯远渡重洋，来到德国的柏林。他用功学习建筑技术，并心心念念的故乡。他每天都在想，有什么方法可以改善自己家乡的环境。终于这一天，他学成归国了。克里斯托，珍妮 ，Francis， 你回来啦！我决定了，我要盖所全新的学校，让更多孩子读书认字，帮助他们摆脱贫穷。这主意真是太好了，那我们要怎么盖 ？Francis， 你一定带回了最新的建筑材料吧？是轻钢架，还是那个什么纳米薄膜之类的吧？都不是，我要用泥土盖。泥土？我们的房子本来就是用泥土盖的啊，怎么还用泥土 ？Francis， 你有没有搞错啊？这就是你去德国念这么多年的书，不跟我们在田里工作的成果吗？不是啊，听我说啊。我不想听 ，Francis， 你让我太失望了，还我的一分钱。Francis， 你知道我们大家的期望都放在你身上吗？你这个大笨蛋。对，我就是大笨蛋，我就是大笨蛋，还需要你们的帮忙。其实呢 ，Francis 的想法呢，并没有得到这些伙伴们的认同，甚至于呢，还有很多人呢误会他哦。那当然啊 ，Francis 是个大笨蛋。你们是怎么盖房子的、啊？我记得布吉纳法索虽然干旱，可是六月到十月的雨季，可是狂风暴雨，
泥土盖的房子要怎么抵挡啊？弗兰西斯会这样做呢？其实呢，他已经想到克服这些的好方法。什么好方法？就是利用人工压缩，把这些泥土呢，压缩成泥土砖啊。啊？人工压缩泥土砖？没错，一般人呢对这些泥土呢的印象呢都是松散啊，遇水即化。可是呢，弗兰西斯呢，他利用他的知识呢，去克服了这些困难。他召集了全村庄的人来帮忙啊。成年人有力气，他们先将泥块敲碎，然后呢，他们的妈妈来接力，加水、捶打，让土壤呢变得更扎实。接着，村里的人呢一起拿着石头蹲在地上，将泥土摸得又光又亮。经过处理的泥土砖，比原来泥土还要防水又坚固哦。这样捶捶打打，就可以做成砖块哦，也太人工、太原始了吧？而且布吉纳法索雨季的问题还是没有解决啊。为了保护这些泥土砖呢，弗兰西斯设计了巨大的屋顶呢，来预防呢雨水以及这些太阳直射的破坏啊。就像，哇，好大的屋顶哦！不过在这间施老师上课应该也很热吧？你看那个铁皮看起来很吸热呢。亮亮，你讲的有道理啊。所以弗兰西斯呢，就在那个天花板与屋顶中间呢，留了一些空间，可以让空气流通呢，降低室内的温度啊。博士 ，Francis 应该还有个小秘密，就是这个斜屋顶。斜屋顶，好像在哪里听过。那个太阳房子。没错。它应该就是跟太阳房子一样，利用热升冷降的原理，将热空气排出去，引入冷空气，让室内维持舒适的温度。抒情亮亮，你们蛮棒的哦。看来啊，你们以前出的任务都没有忘记哦。哎呦，博士，你这样夸奖我，我会怎么不好意思啦？哎呦，亮亮，你就别客气了啦。真正厉害的是 Fancy 吧？不过布吉纳法索那边很热哎。就算用了斜屋顶，应该也降不了多少温度吧。亮亮，除了呢助长通风以外呢，泥土屋的隔热性强，所以呢，当室外即使温度高达45°C 的时候呢，干多小鞋的里面呢，它可以维持36°C 的舒适温度哦。哇，不用开冷气就可以差9°C 这么多，干多小鞋还真的是绿建筑哎。可是我觉得 Francis 真的找自己麻烦呢。为什么这么说啊？你想。Francis 去德国念了那么多年的建筑，应该可以找到一些先进的机器回来盖房子，为什么还要用人力呢？你们呢想象的太简单了，弗兰西斯呢他是有远见的哦。你们看那些年我们一起盖的房子，哇，12年过去了，当年建的小学依然屹立不摇呢。这些年大家一起努力，不但扩建了小学，还盖了图书馆，盖了高中，谢谢你们当年的帮忙。Francis， 你现在愿意告诉我，为什么当年不用新颖的建筑材料，而是选择动员全村的人一起用泥土来盖房子吗？克里斯托，你还不懂吗 ？Francis 用就地取材的泥土来盖房子，不用从遥远的地方运来建材，不但节省材料，用泥土盖房子的技术还可以一直传下去。没错，以后我们的年轻人不用远离家乡到外地工作，可以留在这边帮大家盖房子。就算有一天我倒下了，我过世了，甘多的房子还会持续的建造下去的。原来你想的这么长远，真对不起，一直都误会你了。原来啊 ，Francis 想的是永续经营的概念。Francis 真的不是大笨蛋耶。我希望呢，你们都能够学习呢甘多人的团结以及就地取材的智慧，来打造出呢改变人类生活的建筑哦。我决定了。博士，你的笔电借我一下哦。好，可以。亮亮，你是要开始搜寻有关甘多小学的资料吗？对啊，我打算上网订机票去非洲拜师学艺。淑琴，要不要跟我一起去啊？亮亮，淑琴，你们不用到非洲去啊，用泥土盖的房子的建筑技术呢，我们台湾就有啊。台湾有吗？有，我刚刚讲过，我住的头家厝就是啊。头家厝。博士，这里好漂亮哦！这是哪里啊？这是我的老家啊，在我老家这里呢，您就可以看到哈、哦，你们想认识的托卡楚啊。真的吗？
博士，可以带我们进去看看吗？当然，当然，来跟我走。哇，好期待哦！哎，哎，还见面了 ，Hello Hello， 来来来，这边搞哈，那边搞。哦，哦，你也看哈，这用土甲砖来砌的厝哈，就是土甲厝啊。哎，真的全部都是用土做的，哇，名副其实哎！哎呀，你回来哦！哦，是当兄，你好你好，哇，你个哈个这少年哦！阿伯你好，啊，这两个是你孙来哦？不是啊，这是我小助理吼，因我唔捌看过土甲厝啦，所以我今日来传灯哦，横看看土甲厝现在安怎啊？哇，真无简单呢，即卖村内土甲厝已经真少啊，啊，真咱滴少年人也阁想着讲要回来这看土甲厝。啊，庄内已经是剩无几户土甲厝啊，啊，所以讲这土甲厝伫阮这讲起来是已经足珍贵啊。咱那边还佫有啊，来，我带你来看吼。好好啊。哇。来来来吼，我带你来看咱我咧古厝的一挂吼物件来。啊。来。哎，博士，这是啥物啊？哦。好，恁要看卖？嗯，唔知呀呢。这吼叫做弃尸鸟。弃尸鸟。因为我们以前乡下呢，把煮比较好的东西以后呢，我们会把放在这里面。那个猫呢，可以闻到它的好味道，可是它吃不到啊，所以叫做吼弃尸鸟。哦，真的是弃死猫哎。哎，博士，你们家看电视还要打开柜子哦？是啊，以前呢电视弄门啊。这样、哦、才不会被小孩呢弄坏啊！哦、嗯，来，我问你哦，这是什么？很奇怪吧？嗯，对，这叫做油灯啊。油灯啊！以前呢，因为那个电灯呢、啊、哈还没有那么普遍，所以呢我们会放一些哈、哦、一挂茶油里面，而且点火豆。所以博士，你们以前念书就在这里念书哦？嗯我们以前呢，几个小朋友啊，晚上呢，把这些家事哈做完了以后呢，就坐这个小桌子，点这个油灯呢，就在这里念书啊。哦，我还以为博士有个很大的书房，才会这么认真读书，没想到博士读书的地方这么朴实，这么天然呢。阿兄，出来啉茶啦！哦，好好好，来来来，哇哈哈。哇，你讲泡好啊？对啊，啊，都泡好，伫咧准备，伫咧等恁出来饮茶，你们足辛苦啊！感谢感谢，多谢。哎，博士，那你们这些土卡厝都是小时候盖的吗？是啊，以前要起厝呢吼，什么人因家要起厝，就赶紧招厝边啊、亲戚朋友呢来做伙帮忙啊。哎，但是谁教你们盖房子的、啊？嗯，哦。这吼是专门伊专门的，来来，你甲解释一下。哦，这咱这起土甲厝的过程啊，因为咱的土甲厝都是一定爱用粘土，内面一定爱搁参加掺迄粗坑、稻草切过，搁牛屎，哦，啊则用人来打，混均匀了后，啊则开一个崩模啊，就遐土甲放喺内面做一个方方形形，都泥砖了后，稍微回小可打了后提起来。啊，才落去日头晒，啊，烘干了后，才请师傅落去起咱的土甲厝，才形成一间的土甲厝。好啦好啦，嘴要开了，别走进来啦。用稻草、粗糠，还有牛粪，也太困难了吧？因为吼、哦，咱过去咱的庄稼，一般的经济拢足困苦的。因为厝宅足方便，只要工尔，啊，甲一般的互相，大家厝边头尾，大家斗帮忙，啊，就去完成，啊，所以讲要起土甲厝就较简单啊。不过我刚刚发现啊，这里好像越来越少人住土甲厝嘞。因为土甲厝吼是过去无钱的时代伫咧住的，啊，即卖经济已经改善啊，哦，啊有钱人伊就去买砖啊，啊，用一个环境较好，啊，就来住，啊，土甲厝啊。愈来愈翻修都愈少啊，所以你们能够看到土甲厝就越来越少啦。啊，好可惜哦！这么具历史意义的土甲厝就这样被时代淘汰。现在的人啊，就算住在同一栋公寓，也不会去认识其他附近的邻居，根本没办法体会博士阿伯以前他们那种大家凝结在一起的精神。哎，哎，舒晴，我想到一个好方法哦。我们可以召集所有的小助理一起来这边修补土甲厝，这样说不定会有更多人回来哦。Very good， 这样才不愧是我的小助理啊！哎呦，博士，免客气啦。对了，阿伯，
请问这边哪里有土啊？哇，我的当兵哦，迄粘土足多。恁的恁只招恁的同学来，我社区无限量供应。农田那里吗？锁定目标，出发。亚拉，等一下，你又不知道怎么盖头卡处。哎、欸，不是，阿伯拍谁啊？我先去看阿姨啦。哎、欸，拍谁拍谁？哎、欸，好好好，是路上小心了、喔、哈，路上小心一点。哦，这個、小助理哈、喔，因为遐冲动，来来来，咱继续运动。好，咱来来来来来。淑琴，我们不是要盖头嘎祖吗？你怎么带我来这个农博啊？别急，跟我来找鸟建筑人就知道啦。你看，这个鸟巢展馆是由30位鸟建筑人志工利用稻草、泥土、竹子等自然材料，运用土砖、编竹夹泥、稻杆裹泥、夯土墙等不同工法盖成的自然建筑，所以盖土角厝找他们准没错哦。哦，原来鸟建筑人是头嘎族的志工哦，看来不是老家的头嘎族有救了。姐姐你好，请问你们是鸟建筑人吗？是啊，你们是？我们是妙博士的小助理，我是妙妙哦。我是苏晴啦，我们想要来学做头嘎族。好啊，我们现在正在做土砖的料的准备，那你们要一起加入吗？哎、哦，好好好啊！动手做土角，第一课摇晃试验。青春姐姐说，做土角前要先做摇晃试验，了解土的材质。因为土角的粘土和沙的比例最好是1:3，所以我们先从土根里抓一把土放进瓶子里，再加水摇晃。好了，我摇好了。好，那我们来放着观察一下。好，看。青春姐姐说，颗粒比较大的沙和碎石会先沉淀，所以可以观察泥土中沙和粘土的比例。经过半小时后，泥土中的沙石真的都沉淀了，浮在上面的就是粘土咯。青春姐姐，那这一罐泥土有通过我们的测试吗？我们来检查看看。我们这里面呢，粘土是上面这层，那下面这层是沙，那我们需要的比例呢是粘土比沙是1:3，我们需要再加一些沙来做调整的比例。经过测试之后啊，我们发现土坑里的粘土太多了，所以现在要多加一点沙，增加土团的强度。卷起袖子，拉起护管，我们要来感受大地妈妈的温度喽！亮亮，你准备好了吗？准备好了。你好，泥土妈妈，请多多指教。哎，小心踩啊！来，我教你们，我们可以这样绕个圈圈，这样一直走。对，然后呢，慢慢的往前拉，就可以把我们新加进的材料混进我们的泥土里面。哎，清纯姐姐，我们要怎么知道这个土可以不可以用啊？那我们来做土丸测试。动手做土角，第二课土丸试验。捏起一团土，然后把它捏成一个泥丸子。好，现在我们土团呢已经捏到几乎不粘手，然后就可以过来这边做摔土的测试了。耶、yeah, ！我的土制炸弹完成了。你看我的巧克力大福克咸福，那好吃吧？好，来，你的先摔，摔这边。哎、欸，沙太多了。对，这个就是沙太多，你看它一下就裂开爆开了。好，换你的。哦。哎、欸，对，你看这个稍微有一点点裂痕了，表示它刚刚好，它很适合拿来做盖房子、哦。然后我的这一颗呢，你看它一下就烂掉扁掉，表示呢？表示它的粘土成分太多，它不像这颗的沙的比例是刚刚好的，所以它没有它的强度，很容易坏掉、那散掉。那这颗呢，就是刚刚好的1:3的比例。我踩，我踩，我用力踩。哎，淑琴，你看，粘土是头卡蒸的胶水，沙是提供头卡强度的填充剂，稻草和稻谷则是提供抗拉力的纤维。将这些材料混合在一起啊，才能盖出坚固又耐久的头卡柱哦。还有还有，清纯姐姐也说，因为土砖使用的材料都是天然的，在制作过程中不会产生二氧化碳，是低耗能的建筑工法哦。动手做土角，第三课硬土角。我们现在硬土砖，来，我先放旁边。好，亮亮，你可以下去帮我拿土上来吗？哦，好啊，拜托你喽。好，来，那给你。
来帮我把模具刷湿。对，那我们内侧也要刷一刷，把它刷湿。现在要把土放进去，然后夯实。什么叫做夯实呢？就是把它压得非常的扎实，不可以有细缝，就这样摔进去。压一压，你看我们的土模具这边都有角角，就把它塞一塞，压一压，然后把它压得很扎实，它才会结实，才会有空隙在里面，它土砖才能比较长久，不会容易因为里面有空隙而裂开。好，我们现在可以拔模了。哦，好，来，一人站一边。嗯，好，我们要数到一二三，一起起来哦。一、二、三。哇、哦，成功！我们的土角做好了，但是啊，清纯姐姐说，做好的土砖还不能马上使用，要放在太阳底下晒两个礼拜到一个月，等它干了之后才拿来盖房子哦。哎，我还有一个问题耶，博士不是说住在土角厝里会冬暖夏凉吗？这是为什么啊？对耶，那我们赶快来问问清纯姐姐吧。哎，你们看。我们这个土砖墙呢，跟你们家住的水泥墙有什么不一样呢？好像比较厚哎。对，就是因为比较厚呢，它的热传导力很低，所以它室外的温度很难影响室内的温度，所以会冬暖夏凉，就是因为这个原因。它这种自然建材的房子呢，还会呼吸哦。气候太湿的时候呢，它可以吸收水分；那如果太干的话，它可以释放水分。哦，清纯姐姐，你的意思是说？托嘎楚不止自己住的冬暖夏凉，还可以顺便调节周遭的温度哦。嗯，没错，一点就通，所以我们才研究怎么盖自然建筑，取于自然还于自然，然后尽量不伤害环境。希望大家跟我们一样。这么说来啊，如果多做一些土砖，多盖一些托嘎楚，说不定啊，还可以帮地球降温喽。哎，亮亮，你在想什么啊？哎，舒行，我们赶快去多做一点土砖吧，我们走吧。哎，为什么还要做土砖啊？我把稻草弄到这边哦。嗯，好。有铃声哎，等我一下。是博士哎。诗婷、亮亮，你们任务完成了吗？那当然喽，我们还学会怎么做土砖呢。而且经过这次任务啊，让我们再次寻找到台湾人的热情还有向心力，因为有大家的帮忙，才可以盖这么大的鸟巢哎。对啊，博士，你们家的头卡鼠就交给我们修理吧。你们这么懂事，我感觉很欣慰哦。哦，对了，最近的研究室呢有点漏水的问题，你们就带一些泥土回来修补一下吧。啊？好好，就这样喽。我要去开世界地球日的会喽，拜拜。博士，博士。啊？对啊。还是搬回去吧。嗯。有几斤厝，用土甲空，挂起来破洞破怎么样？我突然想到一件事，哎，啊，就是现在我们已经学会怎么制作土砖了，为什么我们还要带这些材料回去啊？你怎么不早说，我抬这么辛苦哎。